和迷你卡车学习。嗨，伊森，你好呀。你在做什么呀？看见天上的星星了吗？我们用望远镜来看看心情怎么样。啊，好的，出发吧。呦呦呼，伊森，我们来看看天上的星群吧。好的，伊森，现在就开始寻找星群吧。伊森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些星星组成了数字六。伊森，这又是什么呢？是一片四叶草。啊，这些星星组成了四叶草的样子。伊森，真有趣。啊，伊森，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星群吧。呀嘿，这是一只螃蟹。哇哦，这些星星组成了螃蟹的形状呢，简直太好看了，伊森。嗯哼，伊森，你找到其他星群了吗？别着急，一定能找到的。试试用望远镜在其他方向搜索一下。伊森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是一个三角形。这些星星组成了三角形的形状。伊森，真不错。呀嘿，这是一只鸟。哦，星星组成了小鸟的形状。太棒了，伊森。呀嘿，这又是什么呀，伊森？哟呼！哇哦，这是你，是伊森。这个星群看起来就像你一样，那些星星组成了伊森的形状，真有趣呀，伊森。呀呼！今天真有意思呀。哟呼！我们下次再见喽。